好，在 h 次储存格，我们打等号 RANK 这个函数，左括号，然后嘞点基式储存格，一下按逗点啊，然后这时候选插入名称贴上啊，贴上我们的扣税后现金股利这个名称啊，然后右括号 Enter，然后算出来以后，再将花数鼠标移到 H 四储存格的右下角，呈现黑色十字时，按花数左键两下，快点两下哦。这时候它就算出来所有的名次。